Taiwan Power 清水牌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清水牌 TIG 200 ADP ACDC， 然后它的接电是单向220，要接氩气。这是电源开关，看一下枪组怎么接。这个枪组接在负极。枪组接负极。然后它的气，那是气体的。然后拉活动扳手稍微收紧，然后信号线，它这个都有卡榫，有那个凹槽对准，然后再转紧，然后接地线再正极，接地接正极。现在来介绍面板的部分。按这一颗可以选电焊、氩焊、引弧、氩焊。第二颗可以选择二T、4T 反复点焊。然后这个选择有脉波跟无脉波。这一颗是波形选择，有方形交流、弧形交流、直流电。这个是前吹，这个起始电流、上升时间、熔接电流、脉波电流、下降时间、收尾电流、气体后流、脉波时间、脉冲频率、脉冲频率、电解弧，然后交流频率。什么是交流频率？交流频率高，电弧更集中，更好容身，钨棒耗损比较小，对母材热影响区域更小，更利于薄板。相对的交流频率低，会有较宽的电弧及焊道，适用于厚板，但钨棒耗损更高。现在切换电焊。这个是热影，然后电流，然后推力，那它有交磁流可以选。现在要用电焊实际操作，是4.0的焊条。现在用的是直流。来测试那个氩焊、无脉波、直流。一般。还有多一个起始电流跟收尾电流。点焊直流，它有一个前吹熔接，点焊时间，气体后流。点焊时间是算毫秒的。现在是直流，它2T， 它现在有开脉波。
用雾脉波方形交流电二 T， 然后它有一个清洁壶，啊，一个交流频率。现在用点焊五脉波方形交流，现在反复五脉波方形交流电。在二T 有脉波方形交流电，现在我们切换四 T 有脉波方形交流电，按一下它会跑到初级，然后你放开开关放开，它就会一秒上升到熔接跟脉波电流，然后你再按一下它就下降时间到收尾电流，然后再放开它就结束。
在要和二梯无脉波波形波形交流按接。二梯就是一直按着。嗯。亲自体验比较能感受差别哟。心带氧和切完四梯，然后无脉波，无形交流电。接触氧焊就是要先接触母材，按住开关，稍微抬起就可以焊接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记得帮清水拍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